大家好，我是瑞奇先生七八五。那么今天就是要玩这个超级马六兄弟。那么超级马六兄弟呢？死掉了，对不起啊，手误了一下。这算是高手有个失误啊。好，那么今天要来玩这超级马六兄弟。好，超级马里奥兄弟呢，这个游戏是非常多人认识，又是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。好，那么来吧。那么今天我们到底是要来玩什么啊？不知道哎。好，那么一只二，马里奥剩下两只，有一只被我干掉，把我自己给干掉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。这个正确被人怎么吓？吓死我了！我差一点被那只力宝宝给杀死了。差点被杀死了。那我们来赚个无敌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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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这边有个命，我来撞死这个命。往前走。倒跳，有没有看到？倒跳，好，继续，好，有个火花，我吃到这火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我接下来我要穿过这道墙，穿过，我要穿过去，奇怪呢。怪了，为什么我穿不过去？我穿不过去啊！这进去，你这家伙，给我进去！你这终于进去了，不行啊，搞那么久。Welcome to Web Zone， 当然往第四世界，好，第四世界来了。司机，很无聊啊，大家几乎都有看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游戏已经无聊掉了，这一关已经开始无聊了。我们的云龟，上面那个修改模总分走，329，好。继续前进下一关，四之二，等等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有曾经快速通关过，然后我快速通关的那个记录是5分18秒，没记错的话，我记得时间是这样的。那么我到底在搞什么神秘呢？一二三，注意这个水管进去之后，从跑到这边来了。没错，如果马里奥呢，在那个比较前面的地方啊，如果在比较前面的地方的话，他就会这样子。然后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很奇怪的 bug， 不过为什么？好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。那么来到八之一，我们今天玩这一关的话就要结束了。然后今天只是个短片，纯粹是个短片。如果不是短片的话，你们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做十分钟而已？估计是做4到5分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吧。那么，差点被那个该死的乌龟给踩了，给吃了。来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跳，碎的，尼克啊，我没办法，我吃没吃到金币，真的非常奇怪的，为什么我能够吃不到呢？大家都说很熟悉马六练成的，跳，146，但有时候会想假炮，如果要这样子想鞭炮的话，必须要。后面的那个秒数后面必须要是一四，不是136。
我说玩玩一是八，不是，不是一是八是谁？我说玩玩八是一就要结束，就我还是继续玩八是二。好啦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实况就是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按左下角订阅或是喜欢或是订阅。谢谢各位的观赏，谢谢。